可以了啊，可以了。现在我们演示这个12.9三代的测试过程啊。首先第一个给测试仪通电，然后打开这个编号的，打开这个拨打电源开关，然后按到3.3代是10，接下来10，然后按确认，然后这个时候就选定好了。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插这个线，这个线的话呢，用那个11寸和12.9三代它是共用这条线，然后把这个线呢这样子插好，这样子接好，这是12.9三代的这个线，这样子接好。白点要对这个测试仪的白点这个位置，然后这个背光线的话呢，插到这个声压板这个位置，背光线这个位置，这样接好就可以。它是旁边有两个孔啊，它恰好是定位孔，然后把它套在这里面，这样按好之后按电源就可以了。啊，它起来一点，对，然后这样子就是测试，加减键就可以进行纯色切换。要对这样子，对，然后换频测试的时候也是把电源关掉，然后这样子把这个接口轻轻这样抬一下就抬起来，然后再把它扣上去，就可以进行下一片测试。这样子按好就可以直接按就可以了。 OK， 可以了。